的老师教义的精神，要如何培养教好下一代。我常常会讲，大家人爱得到平安祥和，喜爱长年累月的累积，把人人的不好的习性啊，就亲像恁的学生，老师爱很认真。那个时候，你们的学生调皮的孩子，因为你们进入教联会，纵有滑动，一定有风范。所以老师们呐、静思语也好，大家汇合起来，彼此的分享。哦，哪一位老师教导的方式很好，你分享，我学习。我回学校了，就法度，利用某一位老师的方法，用在自己的心，再度给孩子。所以呢，那一段时间呐、心连心呐、顶团顶，那二三十年，迄、那个顶团顶呐。在黑暗的心地里，人人心中点一盏灯，你们的学生都心灵的那一盏灯被老师点亮了。所以说好话，做好事，这可以想好意，他们一滴一滴团，你们的学生也许呢，几十年前小学生，几十年后现在，他们是社会的栋梁，市容工商都有，他们都是会记得老师教的做人的规矩，做事的规矩，人生的价值。所以我现在的祥和，不可忽视掉了自己曾经也付出过。师父一直说，你不种稻，不耕田，你哪里有稻子过啊？所以呢，我们要自问自己，自己的田，造福人间的福，我们有没有根？有根的盘点一下，把究竟呢？曾经你们播在地上的，他们呢，稻穗饱满，稻穗饱满，他们已经呢，在社会，您稍微点一点，也请他回忆一下，把这师徒情，让他呢。再回忆一下，这就是把爱传出去。当年你已经把爱传出去了，那一阵阵的爱传出去，你还要点一点，你传给他的爱有没有种子成熟？这一粒种子，他们有没有在回馈布善种子？盘点一下，把生命的价值的这个事，今天师父嘛真价值，
感觉讲哦，看到了老师们你们曾经有过那样的为社会教义而付出，你们也是师父的弟子。你想，那一种长者看到了孩子富家子再回来，不是穷子哦，是富家子再回来。我们富有方法，还是呢有法度，有方法，有法度。现在已经干，我们没有加强力量，是我是很担心。现在社会人间呐，那样的欲望的力量是很大，不是干那讲哦，干看到你点，师父还说不要波破浪。唔通波破浪啦！我们真正的这一章，真教人王，教人王，我们呢要好好的覆盖，还要呢底下的种子，你看经济呢压落去啦，呀，有时阵都要用网啊给砍掉，养鱼啦。实在是杀水啦，这还是要用心。批复的，现在你播下的种子有没有成长起来？所以你们要三不五时点一点。所以老师们，瓷器永远陪在你身边，你永远都在瓷器的法脉因缘中，所以呢，来把握因缘。我们希望师资的稳固呢，是我们最重要的。他在教学，他能够很稳的站在自己的岗位上，而且他也很清楚他教学的一些技能，这些就是我们的功课，要去提升他，他才能够教得欢喜。就是好像那个串中的绳子，精神，就是你只要好好的运用。你自己有的资源，把你所学的跟大家分享。大家人要够有力量，希望您哦，把这个账款往下再编好，一串一串呐、丁团丁，心连心呐、丁丁相团，五六丁，这样社会才能光明。我们的灯不能熄灭，还要呢不断的点传下去，而且呢每一条绳子有饱满的佐料的嘞，这个佐料不漏掉，你们的知识、智慧、方法都满满在，只要用方法如何？把它包起来，串起来，回归到这样的法脉藏管，这呢代代相传，丁丁相传，总是呢唔通浪费时间哦。要甲大家人讲，感恩分享的代志是真多。期待您会记得讲吼，替师父关心，关心曾经有过教莲菩萨，菩萨叫做结有情，有情要有伴，那就脱群掉了，没有群，他会枯萎掉。那这个要清气啦，会空包，会空气，所以呢，期待大家，主祭人做主祭事啊，都是呢，
利益庇护人间，这我就会很安慰很感恩，感恩自己有这样的因缘，这么开阔了，这样的藏观，这样的藏观已经呢粒粒饱满，不只是稻穗饱满，你们的稻穗也已经往下再播了，再种了，所以呢切啊变红，它可以把它包起来，很扎实，保住人间。